观众朋友们，103,678个点券，干什么的？跟他死磕到底！现在全网都知道我开军区是最黑的了，所以我的币子、我的弹药必须得备得足足的。马化腾，您真是物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啊，要么不出军区，憋了挺长时间，一下就给我来个大的，5套衣服。2台车，还有一个船，你咋想的？船你都好意思上个皮肤啊？你玩过和平精英吗？正经人谁开船呀？这个衣服我最喜欢的设计就是这个翅膀，一成不改的电镀，一成不改的紧身裤，兄弟们，一成不改的机械小头，一成不改的小马尾辫，基本上这就是光子皮肤设计皮肤的几大要素啊！这个衣服看起来整体设计，反正。除了没有新意以外，还可以，看着没什么毛病。翡翠骑士，这个衣服我就要重点说一下了，兄弟们，就这套衣服的设计师啊，一定是个新手，整个身材的比例看着跟那个霹雳娇娃似的，你把那个肚脐眼你给它藏一藏不行吗？你整个肚脐眼。特斯拉，这是 SUV， 电镀的，三个币子电镀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轿车，蓝绿蓝渐变，粉色。有点像那个冰美粉哦，大电镀，我是觉得水滴蓝会更好看一点。还有最恶心的船的皮肤，我看见下面那个空客 H135我就脑瓜子疼。你给我来个赛沙 KL27，谁开船？马化腾，谁是你儿子？不可能要船啊！啥也别说了，开干吧。这个开干之前跟兄弟们透个底儿，我有两个币子，上次开阿斯顿马丁剩的，来干。每次开这种军区都紧张，不是我怂，兄弟们，命不好就是没800，命不好就是没800，这代价太大了，太刺激了，2星，3星，4星，这么快？现在点一下153，5星。完了完了，前面这么顺，这430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吃屎的命啊！1000不到傻逼子，怎么的？金色皮肤900多就出了？来，漂亮！我逐渐进入了老马的圈套啊！这次肯定还是失败，你再失败给我看看！兄弟们、姐妹们、观众朋友们，看点来了，这把800一下刺激不刺激？这把要失败了，你就只能等待3次必成功了。2400，爽吧？求你了，马化腾，我不想这么黑啊，心疼啊！啊！呸呸呸！啊！马化腾，奇迹再现吧！杀！啊！啊！先拿三个币子把这个什么尊享博先给它换了。再换一个币子，把这个什么雷光博给它换了，把这2台车的皮肤先给提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衣服、背包、枪械、皮肤什么的能换的先都换了，看看剩下的碎片够不够。哎，就开完了吗？这就结束了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，第一把很欧，第二把正常，那按着欧黑欧黑，就证明这一把如果我们再开钥匙就算了。我妈说过，机遇与风险并存，咱们再来三个币子，好吧？最后三个币子，来来，失败，再成，兄弟们，刚花多少啊？100不到，那直接领个钥匙是不是合适啊？是不是？万一800失败了，我们2400换，那万一一下成功了呢？哎呀，太折磨人了。干一把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成功了3币子，失败了，无非也就再来2个。我不敢点呀，兄弟们，我不敢点呀。领了吧，兄弟们，领了吧。干！马化腾再上，
么还是失败？哎呀，脑瓜子好像让驴踢了一样，为什么要不把那一个币子领出来呀？那这兄弟们，气氛都顶到这儿了，还咋换不换呀？就差一个币子，少来一点，少来一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走走，我加三星，三星！哎。